在这舞台上呈现，所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才会在这学期跟爸爸不管怎样多忙来跟他们一起玩玩音乐，希望跟九音乐是好玩的。虽然上半场我安排了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比较古典的曲目，那下半场呢，我想如果发现替补做很久了，可以上来动一动我们反对，或者你想在起你看这有50你在那边 breaking 也不错，或者你觉得真的有点坐很久了，好，你可以让你身体动一动，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。好，谢谢各位。